蓉蓉，大吉大利，大家咁话多谢四口老板啊！好多艺人都会搞下生意仔，唐诗咏间饼店嘅招牌货就系日本直送嘅 cheesecake 同佢嘅 favorite 啦。送顶玫瑰花俾你，哇，好过一个粉红嘅情人节啦。我唔中意食太甜嘅嘢，咁呢个系啱啱好。呢个星期日，诗咏会参与 TVB 喺尖沙咀五支旗杆嘅逼逼明星市集慈善义卖，好多 TVB 艺人都会去摆档，包括诗咏啊。當然要買我的芝士蛋糕啦，咁啊揀咗係平時最好賣嗰四款啦，大吉大利一定要嘅，因為希望即係每一個人都大吉大利啦，身體健康，同埋最緊要係呢一個曲奇餅，呢個咧就係我哋今年第一次試嘅，全部都係人手整啦，咁所以每一塊咧都唔同嘅，都係獨一無二嘅，好似你咁樣啊！最緊要咧係我哋今次係會做善事嘅，係啊，咁所以就好開心可以參與到啦。估唔到你人靚心地都好靚。这个是你的，多谢晒。后面你试下这个啦，这个是我们最新的手镯，咁一夹一夹咧就啱晒 fit 啦。好衬我啊！佢而家咧，好兴呢个季节咧，就系两条唔同嘅颜色嘅链啦，可以拣到一个手，系啦，即系好似啲 bangles 咁样戴喺手度，或者好似颈链咁样咧，两条一齐咁样衬咯。Grace 的精油饰物生意已经做了好几年，除了自己做生招牌，亦都会在设计上面俾啲意见。星期日 ，Grace 都会去到逼逼明星市集，除了教下大家配衬饰物之外，还会为大家介绍一些新的设计噶。啱啱都出了很多嘅新款啦，例如好似呢啲十字架啊、苹果啊，都是可以摆啲棉花球啊，跟住滴啲精油落去，好似一个新年嘅复合咁样啦，或者情人节，即系特别都系有呢啲尺嘅情人卡啦。会唔会觉得好得意？因为可能你隔篱档就系唐诗咏咯，已经。O K 啊，因为我成日都去诗咏嗰度食芝士蛋糕噶，系啊。但系反而可能其他嗰啲 artist， 我唔知剪朋友眼镜噶喎，仲有好多好多 artist 都做紧好多唔同嘅生意，咁啊希望多啲人会嚟支持我。我覺得呢個好似好襯你今日呢一個打扮啊！你試一下先啦。哇，型曬啊！即刻，黎子珊嘅太陽眼鏡好多款式都係自己設計，嚟緊嘅新年又會去意大利嘅眼鏡展，呢位 CEO 真係好認真啊！喂，幸喜啊！其實今年咧好興呢一啲見到眼睛嘅鏡片。哦，試一下先。係啊，因為你面尖啊，應該即係戴一啲眼鏡係啱啱相反嘅。譬如你個面尖嘅話咧，就應該戴翻啲圓碌碌嘅，咁樣就會即係掟翻雲 balance 咗個面。嚟緊星期日，子珊嘅攤位會有好多款式嘅太陽眼鏡，佢仲會全日駐場為大家提供專業意見。同佢研究一下佢咩面型可以戴啲咩眼鏡會比較適合啲咁。哇 ，tailor made 喎，真係天生幫佢。同埋好開心，好玩啊！我覺得，因為有好多 artist 一齊咁樣喺度擺檔，我其實未試過嘅。除咗詩詠、君馨同子珊，星期日仲有以下藝人會喺逼逼明星市集擺檔，由11:30到7:30，各位藝人會喺不同時間現身，佢哋仲會捐出部分收益做慈善㗎，大家可以嚟支持偶像嘅同時，又做埋善事，絕對係一舉兩得啦！